那快到六一了啊，我们在这练了，演一首啊，表演一首一组儿童歌曲。好，中国少年队队歌，这是分两个版，一个是1950年版，1950年版，一个是1956年版。我们现在大家唱那个少年队小孩学校里是1956年版，1950年版那个，我们刚才一会儿吹一个啊，大家可能50年代啊，这40年代出生的人能记得住这个。现在还有一个少年队，一共三个版，那点就没有啊。50版的现在没怎么吹啊，现在我们开始吹啊。Thank you.
Thank you.